现在收看是由风漫元载宝 YT 频道。接下来为您播出2024元元大年初五开工的午餐。爷爷，你在干嘛呢？把药铺，把我们弄破了，把药铺。他就啃他了。哇，把我们弄破，很快就碎了。哇，刚才好了，现在他把它弄破。哇，碎的问题吗？哇塞，好粗糙。他刚才好好的，他突然把它用破。他会不会是一天坏一点？有可能。他现在把它用坏，他不要把它吃了。这报纸是拿来的里面的脸弄出来的。应该是啊。瞬间被他用坏。他本来好，我想你看到里面看起来很像他们专门给他弄的，他是不是一天给他一个？里面很像他可能把它缝好，把它用回去，然后把它缝好用。因为里面是光看起来像他们，就很像那个什么木屑之类的。说不定那个是可以，你看那好像在。他两个都把它啃破，因为里面是木屑，他在那边搓啊抓痒，反正他这是他的玩具。对啊，他也是啊。我小孩都以为这个是红萝卜。
在这里。快拍！应该是生了。另外一边。
边的那一只应该是好的。我这里的啦。好、啊，我那个，好吧。好、啊，走了。你看了眼光，跟着他走。